好喜欢这一组的变化，比较有层次，然后有一直在往上加的感觉。哇，那就是一个火爆的男子跟一个叫理性派的女子，超级反差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从中间开始那个哦，这是死亡之组。桃子姐在旁边说第二组不用听的。Cool！ 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要选谁。